二，他说我读诵《无量寿经》已有一段时间，约500遍，可惭愧自己，不仅没有依教修行，反时常随顺的卧习造业。请问应如何学习才能根基扎实，循序渐进，一门深入？这就是我常常讲的，你首先把儒释道三个根扎下去啊！你现在可以，你因为念了500遍了，经念得很熟啊。500遍念下去之后，我相信一部《无量寿经》的顶多1个小时啊就念完了。如果念的速度快了，应该45分钟就可以念完了。每一天念一遍，当作温习啊，用1年的时间学《弟子规》啊。如果你的进度快啊，这个心念能坚定的话，我想《弟子规》的落实啊，应该3个月就可以做到啊。那么再用第二3个月呢，落实感应篇；第3个3个月，你落实《了凡四训》跟《于静意于造神经》；最后3个月，落实《十善业道经》。1年的时间啊，四季这4个3个月，你把这个根扎下去，然后才能一门深入。这个根扎不下去，你自己讲啊，你问的时候啊，你还常常随顺呢，卧习气造业，不能依教奉行。如果你用1年时间把这个根扎下去，就不会了。啊，你会一门深入，会一帆风顺。